个葡萄卷。老板，这海苔小杯怎么卖的？四个海苔的，四个蟹黄的。这个是老婆饼吗？嗯，这都是什么口味的？红豆沙、绿豆沙、黑芝麻。啊，没有糯米馅的吗？没有。那我要个黑芝麻的吧。也来两块。再要四个老奶油蛋糕。那个虎皮卷开始卖了吗？可以了。那我要两个啊。那个红色的是什么面包？是人参馅的。那来一个。葡萄卷也来一个。等拿破仑还来一个吧。拿破仑好吃吗？啊，这还不少。那来一个吧。你也给他带什么？给他带一个。这桃酥怎么卖的？桃酥十块钱一斤。那我要五块钱的行吗？可以。这些是老式蛋糕吗？下面的。对。那也来几个呗。要两个圆的，两个长的。啊，这个太多了，不要那么多，有点多吃不完。这么多。再拿下几个吧，吃不完。行吗？行。再要五个这种吗？就要这些。泡芙来四个。就要这些。八十九，虽然不是正宗的，但是面包挺好松软啊。再来个蟹黄的，搭配椰子水，老清爽了，脆皮大泡芙。全都是奶油。感觉好久没有这么吃奶油泡芙了。面裹满了一层奶粉。这个应该是老式的虎皮卷，就是纯蛋糕，吃起来不会腻。这个是提子卷，里面的沙拉酱还有点咸咸的。就没有吃这种老式小蛋糕了，蘸个酸奶。松松软软，就是很老式的那种。枣香味很浓郁，还有种蜂蜜甜甜的感觉。这个叫拿破仑，外面脆脆的，里面蛋糕很松软，挺湿润的。大娘，这是香芋果子吗？是啊，多少钱一斤？就这些吧。就这些。三个。这是麻片，里面有馅吗？里头是豆沙的。蛋糕也要两个吧？看我来吧。正常的钱吧。蛋糕多少钱一个？一块钱一个。对，一共十块钱。行。这烤鸭是脆皮的吗？对。18一只吗？对。那就要这一只。我要整只的就行，不切。你好，这个蛋黄酥怎么卖的？这期全部都是集市美食，都超便宜。先来个鸭腿，
一个还挺肥。就是吃着稍微有一点点咸。还买到了壮母，是我们这的特色，里面是猪肉馅的。可以说是外酥里软，想念好久了。糖糕这个也一元一个。这个是老式的香油果子，应该跟油条差不多，真的是很久没有见过这种了。很正宗，很老式的味道。这一大个的面包才五元一个。蛋黄酥，哇，有点拉丝。外皮很酥，中间的咸蛋黄也很香，吃起来。老板，你们这最便宜的雪糕是哪种？最便宜的就是五毛的巧链，在哪里啊？3.5。不，小布丁呢？小布丁咋卖的？7.8毛。都是10毛。哦，老冰棍儿、雪莲，这些全部都是我的童年回忆啊。冰葡萄，我觉得小布丁有必要多拿一些。小翠同意吗？你要啥都有啥。就觉得你们家全。再拿两个吧。里面都是一块的，哦，哎，这些全部都是一块的，哎，全部都是一块的，除了这个，其他都是7.8毛。一眼就看到了这个玉米雪糕，这个玉米可爱吃了，这个梦脆也是一块的，三草肉，姜丝蜜豆，冰工厂，白桃酸奶，这个是新品吗？对，老板，这个玉米吃了多少钱？8毛。那多拿去。这底下谁？这个也是白桃乌龙的，哎，这个葡萄丸子呢？三毛。多拿两个奶砖、火炬，这边都是多少钱的呀？2.5毛。哦，巧乐兹现在多少钱？3.5。都是3.5吗？所以口味。对。要来一块。蒙牛绿豆的呢？2.5。还没有吃过这个，尝一下。拉面味道一定要来一个。油干柠檬冰，老板，这个是带有夹心的吗？黑莓。哦，这个多少钱？6.8元。那来一包吧。荔枝酸奶，东北大砖，这些都是雪糕刺客吗？不是，这玩意儿没很贵，这玩意儿说整个批发市场。啊。整个8斤粉，然后3-4块人用。这个多少钱？6块钱。嗯，来一个。这个蓝莓冰淇淋呢？4块。就要这些多少钱？4块里的，其实多了，超大一包。今天这期全部都是雪糕护卫，拒绝雪糕刺客，先吃个糯米糍。
外面的糯米 QQ 弹弹的，中间是牛奶味的雪糕，这个是玉米的雪糕，超喜欢吃这个。我今天换了个新手机录，看得我好黑啊，不过黑了是不是显瘦？来个童年的回忆，小崔童看着比小时候小了很多，不过才三四毛钱，要啥自行车？小布丁是你们的童年回忆吗？还是原来的味道？这个是梦脆，是梦龙的姐妹吗？真可以了，一块钱还带夹馅，外面还沾了一层瓜子，很好吃。这个也是一元一个，就是脆皮冰淇淋呀。超喜欢吃这个，七最贵的一个，9块钱这一盒，可爱的小猪猪，哈密瓜味的。奶奶的很好吃，这个应该是草莓的。一口一个，真的是冰死我了。这个吃起来真是嘎嘎爽。这个是红丝绒的巧乐兹，3.5块一个，你们那多少钱一个？这是油甘柠檬冰，里面是整颗的小丸子，里面是奶的夹心，这个挺好吃的，吃起来很清爽。这一个葡萄丸子好像才8毛，泡在苏打水里应该很好喝。现在都出白桃乌龙口味的雪糕了，确实很好吃。外面是桃子味的雪冰，里面是有点奶茶的感觉，还有桃子果肉中间，整体吃起来就像蜜桃味的奶茶。还是个胖桃肉，这个雪糕上学的时候经常吃。外面是巧克力，里面是夹心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全部都是雪糕，不吃那么多了，不然我就住厕所里了。拜拜。你好，我订的榴莲虎皮蛋糕做好了吗？多少钱呀？这个9.2元吧，连榴莲还有好。雪胖子都有啥口味的？奥利奥和红心火龙果的吧。这个绿色的蛋糕卷是什么呀？那我要一盒。要这些你算一下多少钱？好嘞。老板，我要6个炸鸡腿。6个是20元吗？对。放一点就行。买了一杯柠檬水，加些柚粒。吃的很好吃，外酥里嫩。鸡腿好大一个。
柠檬水里面加了西柚粒，我感觉这样很好喝。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吃这个虎皮紫米蛋糕了，还有上面一大块榴莲，先切一下看看会不会流心。没有流心，但看着也不错。看着榴莲肉好多呀，榴莲好像有点熟过了，有一点点发苦酒的味道，不过吃着也好爽呀。叫茉莉卷，味道吃起来很清新，里面好像还有桃子果肉，跟拳头一样大的小胖子。这个是奥利奥的，一进门我就相中这个九宫格甜品了。这多少钱啊？这一盒139。必须拿下。你好，这个是什么面包呀？黑蛋糕啊，牛肉面包。哦，那来一个吧。这俩多少钱？150。盘子是什么？枣泥，放五六个就行。老板，这个菜是啥？锅包肉。锅包肉，那糖醋里脊和锅包肉拼一份吧。行。这个培根和茄子拼一份。这个是猪皮吗？对。这个好吃吗？好吃。那这个皮蛋和猪皮拼一份吧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蚕蛹。这蚕蛹多少钱一份？15一斤。斤有多少个？10块钱就够吃了。那我要10块钱的吧。哇，那好多呀！那我要5块钱的可以吗？5块钱，感觉有点多。5块钱的。好。这个这些吧，多少钱？49。行。盛碗剩饭。再拿一个最近很爱吃的蛋白棒。很喜欢吃的一个蛋白棒，里面是带夹心的，外面是脆皮巧克力，很浓郁，然后中间还能吃到软软的不脑泥，而且并没有高甜，挺低脂饱腹的。这个面看到这个九宫格甜甜一眼就心动了，这芋泥的是那种冰冰的慕斯，最底下还有一层芋头。哇，好扎实啊，挖起来好扎实。冰山熔岩吃起来也太满足了，
香甜的芒果慕斯吃起来很细滑。你这种太给力了，一次性可以吃到好多口味。又到了超下饭的家常菜环节。糖醋里脊、锅包肉、皮蛋、猪皮、红烧茄子、培根。昨天剩的雪糕。干杯。又是冒尖的一碗饭。我真的是超爱茄子和糖醋里脊。这次还尝试了新菜品，猪皮卷儿。猪皮吃起来 QQ 弹弹的。里面是红枣呀，肚子都是油炸的整颗红枣，好好吃啊。看这整颗的红枣，还有点枣核，油炸的蚕蛹，你们吃过吗？我第一次吃，不是特别敢吃。看，香香的，还不错吧？就是看起来有点吓人，吃着还挺香的。来压货店了。鸭头怎么卖的？我要两个，再要两根鸭脖。这些素材可以拼啊？可以拼是吗？那就土豆片和海带扣拼一盒。再要鸭翅。嗯，对，再要两个鸭翅。鸭肠怎么卖的？那我要两捆吧。老板，这个是炸的开花淀粉肠吗？要一份猪皮。猪蹄是吧？是甜辣口味的。甜辣口味，对。我要一份。嗯，这一只吧。是这个。啊、哦。多少钱呀？这一只？30.4毛。啊、我看看。嗯，豆串、土豆片儿。这个是豆角吗？是芸豆角。啊、嗯，我还没吃过炸豆角。大头菜。这个是鸡排吗？对呀，鸡胸。哦，这个是鸡肉块。拿一个青椒，再来一串韭菜，好大一串啊！这个会拉丝吗？对呀，就是那个拉丝。那我要一个。这些你算一下多少钱？好，得共10码。嗯，好。一天哈。嗯。其实乐意吃韭菜的很多。对，放吧。放，我喜欢吃辣椒。我喜欢，不行吗？嗯。这是加的红糖浆吗？对。不放花生。这是可以自选的吗？哦，没事要的。那要两块。蓝色的是什么口味？哦，粉色的来一块。啊、哦。要一个。再来一个黑糖珍珠的。来个炸鸡腿。
外皮脆脆的，里面的肉特别嫩。搭配着冰可乐，这也太爽了，这才是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。这是甜辣的猪蹄，吃起来 Q Q 弹弹的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麻辣口味的猪皮吃起来特别劲道。炸的芸豆你没吃过没有？我这是第一次吃。真不错呢，炸辣椒是每次必点。哎呦，它好难嚼呀，在嘴里。可乐真的是解腻神器。这是炸的豆干，来个红糖冰粉解解腻。炒酸奶颜值也太高了，有点化了。哇，这个黑糖珍珠的好好吃呀。好冰啊，那我这样吃会不会拉肚子？但是这种吃好爽呀，你们千万不要学我。再浅浅的尝一点土豆片，好想吃这个。都卤得很入味儿。压货下次再吃，刚吃完那个炒酸奶，我再吃辣的肚子肯定受不了。今天就吃到这里了，拜拜。老板，炸鸡怎么卖的？还行，我这样。那我来三个。我要一份肠粉，要个虾仁的吧。待会儿吃啊。打包带走。六。烤菠萝牛肉堡黑色那块，好，再加一个彩色鸡排。你好，我要一份小麦芦荟汁，13。嗯，好嘞。先吃个炸鸡腿儿。普通的鸡排也没有什么区别。里面还有芦荟果肉，这个是烤菠萝牛肉堡。最近可喜欢夹菠萝的汉堡了，感觉吃起来特别清爽不腻。倒入灵魂酱汁。